位们，让我们欢聚海口，开启我们海口的诚实记录，掌声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蒜蓉蒸生蚝，发生了。嗯，肥美，可以，不错。哇！不不不，皮一下吗？不会。你不是歌手吗？不会啊，我都没看清楚。你看他所有的菜都朝后了，你这样淋，你一辈子都不会长水。但是你往前一站吧，你永远朝后，永远不会长水。你知道我一般不会吃皮皮虾，因为太难了。因为我完全不会剥，就是等我剥完这个，然后这皮皮虾也碎了一塌糊涂。你吃啊，你吃，你还我不吃，我吃。你吃吗？别播了，心疼。你没发现我的献祭吗？他手已经开始流血了。真的，别播了。他们俩播完了，还有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们俩吃啊！怎么还有面？这叫海南粉。很好吃哎，这个粉，它怎么会冰冰凉呢？好奇怪。我说的它的凉不是说它的温度的凉，而是它吃起来很像凉粉的一种感觉，就比较就没有不是就没有那么的，就感觉像夏天吃的跟凉面一样，估计真的是太凉了，是吧？可以，对吧？它有点 QQ 弹弹的感觉，这种就是夏天量身定做的那种感觉。喝汤嘛，我这汤好好喝，好好喝，好浓郁，嗯，很鲜，很像家里那种味道。这个是什么？鸡屎藤。啊？鸡屎藤是中国民间常用的草药之一，它有祛风活血、止痛消肿的功效。那鸡屎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它是那种植物，它磨成面，然后再去做，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珍珠，就是珍珠奶茶。我尊重这个食品的存在，但是就可能我不太喜欢吃。因为红糖的吗？它对于我来说，在我的观念里面，它应该是咸的，像汤一样的东西。结果它是一道甜品，这是吗？这是只有海南才有的一种蔬菜。好吃，好吃，这也不错。你之前吃过四角豆吗？我好像吃过吧，我在北京好像吃过这好吃，爽口。我觉得只要清汤就可以。嗯，好吃。来下一个。来，正好试一下那个海南的老盐水。这个饮料是汽车40分钟开出来的。是吗？我等一下也开视频，就海口当地的年轻人，然后开长队去买这个，然后好多都买到了，是吧？一般人可能有点是接受不了的。怎么？还喜欢喝这个？啊，不是啊，就是正常的柠檬水啊。是什么呀？怎么？柠檬盐水，那你不觉得特别的很奇怪吗？很好喝。我们所有人都不行吧？啊？你们在北京没有喝过这个吗？我说真的还可以啊。那你们觉得咸吗？就可以拿那个煮面。夸张，别理他。还有那个？我们椰子饭吧。这个椰子饭呢，它是海南民间食品中是一种很特别的食品，是由糯米、鲜椰肉和椰汁从蒸熟而成。很香，然后。很 Q 弹，很有嚼劲儿吧。对，然后有椰子的清香和椰汁的清香，可以不错。再换一个，这个吗？这个是文昌鸡，文昌鸡呢是海南的地方鸡种。尝尝文昌鸡，你在念绕口令吗？从包起年间开始，一代代的这个鸡呢就表成身材娇小、薄色光泽、皮薄肉嫩、脆的优质鸡。这是今天最好吃的吧？酸酸的辣。好好吃，还有呢。那尝一个甜品吧，面前的甜品，不清不凉，就是清不凉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
的典故是公元1097年，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流放海南期间，品尝过当地百姓制作的椰奶精不良后，极为慷慨，当场盛赞：“椰树之上采沉香，捧来一碗玉香。”从此呢，苏东坡在穷期间每日必食一碗，堪称东坡仔。也不是东坡肉，东坡好爱吃啊，那东坡真是大的吃啊。我是糯米鸡，所以它里面就是白米。不看这个下，打开看看，一个肉馅的，一个是肉的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这是肉，一闻就闻出来。这个也是肉吗？哎，也是肉啊。这个也是肉。哎，啊，肉了。不错，因为我喜欢吃这种，就是肉的。对，肉的一定要肉的。而且他用这个叶子包啊，这叶子的清香全进去了，好好吃。而且它的馅儿特别的足哎，而且这一看就是手工包的。看到了，香香吗？哇！哇！它这特别好哎，流心的。哇！不用再吃了，好好吃。再点评一下。最喜欢哪个？刚那个肉粽绝对 number one， 特别好吃。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海口，然后工作，气候宜人，晚上的那个微风吹拂非常的舒服，很凉爽，很适合忙碌一天之后然后发发呆，可以让自己的脑子休息一下，可以让自己呢暂时的逃离工作跟生活的喧嚣烦恼。然后今天吃这些菜呢，也让我感受到了海南独有的美食特色，非常棒，非常开心。下一次有缘再见吧，拜拜，朋友们。